上一个，我之前还蛮想读的学校。大家好，我叫陈云成。那我目前就读于国立台北大学三年级。那我在这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尝试，做了很多的比赛。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如何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而且是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条路。那今天在你做抉择，在选择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你需要具备的。首先是时间管理的能力，因为大学四年的时间，其实很多人想要办活动，想要实习，想要顾课业，甚至要跑趴，然后喝酒啊，就是打妹钓孩子之类的，你很多事情要做，那么多事情你要去充分的去分配你的时间，然后知道说什么时间该给课业，什么时间该给你想要做的事情，跟什么时间留给自己去生活。第二个是生涯探索跟规划。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在高中的时候算数学很常拿参考书，就是问题在上面，然后答案就给我了，因为我数学不好，我就开始凑算式，所以我就在这个答案好应该是这样的凑出来了，这一题我好像就会了。我觉得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在生涯探索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问题就像你一样，然后你看到了网络上面这么多的机会跟活动，你就想说哦，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呢？然后就开始想原因，然后你就去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无法听到自己心里面的声音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自己想想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可能他跟你读的东西不一样，可能跟你大学读的东西不一样，或者说可能跟你现在走的路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要先知道探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规划的部分就是可能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事了，那就你毕业之后想要找的工作，你到底还缺乏哪些专业知识的背景，应该要在这四年好好的去充实，好好去学习。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对你来说最正确、最适合，而且是你喜欢的抉择。那很多人就是会问我，因为我就是尝试了还蛮多就是不同的活动，所以我把就是大家会问我的问题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你为什么可以怎么接受别人为你做的抉择呢？那通常这个问题就是长辈或者是父母亲帮你做的抉择，可能今天你无法去改变爸妈对你的期待，或者说爸妈对你帮你所做的选择，那你该怎么去就是面临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它呢？我第一个就是选择接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难，但是你一定要做到，就是你要先去接受这个抉择，然后再去想想你该就是怎么倒回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只要够有决心的话，其实你一定可以就是冲出你那条路。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自己现在就读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但其实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甚至现在，我最想要走的是设计以及传播，这类似相关的东西。但我爸妈因为经济的关系，还有你知道，就是台湾传统，就觉得读公立跟读商一定将来会比较有讨楼，对，然后所以我就被选择了北大企管系。但我当时的决定就是，我需要把我大一的成绩就是搞好，就是一定要把它用很好，这样我才有筹码跟别人谈判。所以我就把我的成绩，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就拿了两学期的书卷奖，然后发现其实我们跟台北科技大学其实是有一个联盟，所以我可以跨校双主修或是辅系台北科技大学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升大的时候，我就申请了台北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产品设计组，然后成功申请上了。所以我在这个就是明天开学嘛，这个下个学期之前呢，都有修很多有关于设计或者是一些我很有兴趣的课。所以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或许你爸妈，我一开始也是一直去抱怨，我觉得焦点的那个但就是可以帮我见证，就是我一开始就会一直抱怨我爸妈对我做了哪些决定，然后我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唯有接受它，你才能去慢慢的想出你到底要怎么去走下去。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会有就是那个勇气做这么多抉择呢？其实我觉得自己的抉择，就是自己的决定，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很常就是想要办活动，想要比赛，想要实习，那么多事情，那你该怎么去优先选择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生涯探索跟生涯规划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知道说什么事情是你喜欢的，什么事情你是躺在床上睁开眼睛，然后你觉得哇，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很开心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大家都说什么《动力火车》不是有一首歌吗？《暮光初中》，初中其实是到走到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到了很就是可能就是很累的时候，很疲乏的时候，提醒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 incentive， 就是，然后就是你知道了之后，就是你开始就要去规划你自己的先后顺序。就我最近就是我的家教学生，他国三，然后他要去选择，因为他要走就是那种美术相关的课，然后他就在问我说他到底要走哪一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先后顺序最好排的就是用比较的方式。我就问他，你对美术比较有兴趣呢，还是动漫比较有兴趣呢？好，他说美术。我说那你喜欢美术还是制图呢？你去自己去问一些这种比较性的问题，让自己可能比较可以排出你到底最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因为大家每个人的时间就只有24个小时，你要如何有效的去分配你的时间，就是靠这个方式。最后一个就是我很常说的，我真的觉得学生没有什么好输的，就是我觉得。学生我们有4年的时间去花，其实这时间很长。然后你说钱呢，就是学生做什么事就是最便宜的，所以我觉得学生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你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然后我自己到就是可能接触了新创公司，接触了一些企业的高阶主管，我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大心的是，很多的高阶主管花就是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甚至一整个晚上给学生，然后就听他简报，听他讲他想要做的事情，但他竟然没有那个5分钟的时间花这个时间去教导他身边的员工。新创公司比较少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大公司或者大企业，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所以学生，我们这个身份其实是很好用的，很好使用的，很好利用的。就是很多高阶主管或者说在企业里面很厉害的人都很愿意付出，或者是很愿意为我们解答我们现在想就是困惑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跑错了。最后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我现在喜欢的东西就很多很多，就像之前的我就我喜欢的东西是太多了。我觉得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这些人我觉得是一个对你来说很优势的东西，因为代表说你做什么都 OK， 就是你现在尝试什么对你来说都是 OK 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说，做完一件事情之后，你要想想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影响是什么，到底这件事情你在做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你是有成长的，还是你觉得你很沮丧，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是不喜欢，但是别人好像走这条路，所以我走走看。就是一定要活出，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是活出自己的，就是不要因为别人去了什么，那你就觉得这条路好像是一定是就是所有人都通用的，就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的东西太多，就是好像我什么事情都想做，那就像就是大家说的什么减法生活，我觉得在兴趣上面也是，你如果喜欢太多，那你先挑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去针对做每一件事情，然后找出你到底对这个东西是否有成就感，是否做起来是让你来说很有动力、很有活力的。那对我就是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这大学4年是怎么规划的。我一开始有说，就是校内成绩一定要好，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就是这个筹码，我就是无法跟别人谈判，所以我就是有维持我的校内成绩。然后再来呢，就是我想要举办一些有关于人、有关于设计、有关于传播的活动，所以我在去年的时间，就是在北大，就是举办了就是第一届的城市浪的活动。然后城市浪是一个，就是一直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参与者，就是一直做出一些跨出他们自己舒适圈的一个活动、一个比赛。然后从这个活动当中，我也认识了很多人，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可以就是为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聚在一起，所以就是。很开心。然后有关于设计跟传播的活动，就有一些人知道，就是我今年就是在筹备一个，就是一个有关于设计的传播活动。但是与企业接轨还有校外舞台，因为我觉得一直就是被学校、大学这个边界给锁住，是一个我觉得有点不自在的事情。所以我在大一就觉得说，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去外面看看。所以我就是比了一些比赛，然后
去年就是在焦点就是实习了甚至一年，现在在另外一间新创公司是 Flipper， 就是一间设计传播公司，然后就是去了解到底现在可能所具备就是如果我想要走这条路，我应该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哪些专业知识，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去找这些课程，去找这些相关的教授一起讨论这些事。最后就是公益，因为我从高一开始就一直在做服务学习，然后到现在，所以服务学习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调剂身心，讲起来好不好，调剂身心的一个就是一个活动。所以我在去年就是因为就是一直在台湾做了很多服务学习跟公益的事情，所以我到去年去了华盛顿，就是跟他们的单位就是一起去交流一些有关于台湾的服务学习教育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是先规划好就是我到底这四年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之后，看到了活动跟机会，然后才去 apply， 才去申请，才去动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有这个就是这个脉络下去，才不会让自己乱了脚步。那最后我觉得我不管尝试了什么东西，然后训练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些软实力是就是一定要具备的。首先就像刚刚有一些讲者有讲到，就是逻辑思考跟问题解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家庭吧，就是如果今天你跟你爸妈就是关系很尴尬，关系很不好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能力。然后在职场上面的话，如果今天就是你的主管想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专案或什么的，我有看到你有逻辑思考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他才会有信任，就是把这个东西下放给你。再就是人脉存折，这是我在焦点学到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人脉存折，你建立人脉不是交换名片的那一刻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交换名片之后你如何妥善使用这张名片。就是你认识了一个人之后，你如果对他有兴趣，对他做的事情有兴趣，对他有兴趣现在有点歪，对他做的事情有兴趣的话，你是否有后续的一些动作，可能跟他聊天，那就是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之后，甚至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经验，甚至你们两个在做的事情有了交集，这才是真正的人脉存折。那人脉存折真的是建立人脉，真的是大学就是一个也算一个，我觉得是也算一个学分，而且修得这个学分之后，对你来说未来的生涯规划是非常就是有帮助的。再来是善良的人，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你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去就是可能今天遇到挫折，或者说跟人与人，因为人与人之间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些小摩擦或什么的，但是就是 be a good person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是就是不只是在生涯上面，而且在你生活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最后就是要记得生活，就是这是我最近也在学习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忘了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跟一些空间，但是你一定要空下这个时间跟空间，才能好好想想你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或者你自己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学习就是记得生活，学习生活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今天就是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那如果想要就是后续想要就是一起保持联络的话，可以加我的脸书，因为我的脸书中文名字是给家人的，所以大家要加我的就是英文名字的脸书。对，那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